2006年4月，河北省新乐市何家庄附近的田野里，考古人员正在进行野外考古发掘。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徐永杰。当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他特意找来了当地文管所的同行，宣布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在这里，考古队发掘出了伏羲。徐永杰所说的伏羲，就是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彩陶片。它们是史前人类生活和生产的遗存。发现彩陶的地方，就意味着这里曾经有史前人类生活过。在传说中伏羲诞生的甘肃天水，上世纪70-80年代已经发现了大量的彩陶。现在在传说中伏羲生长的新乐又发现了彩陶，两个与伏羲有关的地方竟然有着同样的考古发现，这是否意味着在遥远的远古时代，伏羲曾经翻越千山万水，进行过由西向东的迁徙呢？今天在关于伏羲的种种传说中，最多的一种说法是伏羲出生于甘肃天水的成纪，成长和活动于河北的新乐，死后葬在河南的淮阳。在这三个地方都保存有与伏羲有关的建筑。在传说中，伏羲是古代华夏部落最早的王。在上古的大洪水过后，他与女娲成婚，繁衍人类。伏羲始制嫁娶，开启了文明婚姻家庭制度。伏羲以教田渔，教会了人们从事渔猎和畜牧。伏羲又始化八卦，形成了中华民族最早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些事迹使得今天的人们对伏羲深深崇拜和敬仰，把他当作中华民族的始祖，甚至被尊为三皇五帝之首。人类的历史发展，最初都是一种传说，这个传说都是应该都传说是民族英雄，不是民族英雄，它不是构成这个传说代表。这个民族英雄呢，我想啊，他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表示一个氏族一个部落，但我想最初他原型应该是个人。1942年9月，长沙子弹库楚墓中盗掘出土了一件举世闻名的楚帛书。它是迄今已发现的先秦时代唯一的一份坚帛文字资料。因为战乱，这份楚帛书后来流失到了美国，今天被存放在华盛顿的塞克勒美术馆，成为该馆的镇库之宝。这件楚帛书是一幅形状略近长方形的丝织物，在它的上面四边环绕绘有12个彩色神像，并附有题记。在四边所画神像的中心写有2篇配合的文章，一篇是13行，另一篇是8行，行款的排列相互颠倒。那12个造型优美的神像实际上对应着中国古代的12个月神，它们又分别象征着春夏秋冬4个时令。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代表春夏秋冬4个季节的神灵都是伏羲的孩子。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这份楚帛书成为中国目前最早记录伏羲的考古文物。在楚帛书甲篇里记载了伏羲女娲创世的故事，它的内容和后世流传的传说不谋而合。
看来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把伏羲当作一位远古的神灵加以崇拜了。到了汉代，人们对伏羲的崇拜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今天我们在许多汉代建筑和墓葬的画像砖上都可以看到伏羲的形象，戴冠着儒，双手持华盖，具有变异的神体。在一些文物之上，伏羲和女娲双双出现，他们人手蛇身，尾巴还静静地缠绕在一起，造型奇特而美丽，对应着始祖造人的传说。东汉颁过的《汉书》将上古帝王从皇帝推至伏羲，至此伏羲才登上官定正史。从此以往，在传世的古代典籍中，伏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神到帝，对伏羲的记载从凌乱到系统的演化过程。传说中伏羲诞生的甘肃天水大地湾，曾经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彩陶，也拥有距今7800年的人类生活遗址。从1978年到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地湾进行了持续的田野发掘，发现了史前先民居住过的房址、储藏物品的窑穴、烧制陶器的窑址以及墓葬等700多处遗迹，出土了近万件陶、石、玉、骨器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品。这个发现轰动了中国的考古学界。我们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哈，这个甘肃天水这个齐安大地湾文化一期，这个年代我们一般它是属于前仰韶时期文化。前仰韶时期文化是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文化距今有8000年左右。距今有8000年左右，一般认为这和我们传说的伏羲文化就是接近了。大地湾原始村落出土的文物遗存证明，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还处在原始社会由渔猎时代向畜牧时代的过渡时期。在众多的彩陶动物花纹中，以鱼纹图案最盛。在数以万计的兽骨标本中，大量的是家畜家禽遗骸。房屋建筑类型繁多，井然有序，室内灰坑窑穴数以百计，窑穴中藏有大量素隶，在各种陶器上刻的祭祀符号有10多种形状和花纹，这说明当时渔猎生产仍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居于重要地位，畜牧生产已有一席之地，创文字的活动已经开始。而这些考古发现都和伏羲教民结网捕鱼、狩猎驯畜以及画八卦、创文字的传说恰好是吻合的。如果说大地湾的史前人类生活遗迹印证了伏羲时代的真实性，那么河北新乐与河南淮阳的伏羲传说又该如何解释呢？中山大学徐永杰教授在新乐伏羲台附近所发掘出来的陶片，为什么也被看作是伏羲时代的遗存呢？在考古学中有一种研究方法叫做考古类型学，通俗地说，就是将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考古发现，在材质、图案、造型和用途等方面加以比较，从而寻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今天的研究者通过对大地湾早期遗址的相关研究和碳十四测定，判定它最早的年代为距今7800年。
同一遗址出土的彩陶在时间上也属于这一时期，它们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彩陶。比大地湾年代略晚的史前文化遗址是仰韶文化，它的发现地点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仰韶文化的时间跨度长达2000年，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同样出土了大量的彩陶。研究者根据在不同地点发掘出的不同彩陶，把仰韶文化分成了几个不同的时期。从彩陶上来看，早期的代表是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彩陶，它的时间为距今7000到5000年，制陶工艺相当成熟，器物规整精美，多为细泥红陶和袈裟红陶，其装饰也以彩绘为主，在器物上会有精美的动物彩色花纹。通过对彩陶的图案花纹和器物造型的研究，人们发现半坡彩陶与大地湾彩陶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在大地湾出现的简单图案，在半坡变成了更加复杂的鱼纹动物图案。大地湾的造型古朴原始的小口尖底陶器，在半坡遗址变为线条优美流畅的双耳尖底瓶。所以从时间上看，大地湾文化遗存时间较早，半坡略晚。所以学者们把大地湾文化称为前仰韶时期，而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早期类型。那么徐永杰在新乐何家庄发现的陶片又是什么时候的呢？陶片框里面装的陶片呢，从我们考古学上讲，那叫做西殷文化，是西殷文化的陶片。西殷文化得名于山西省夏县的西殷村遗址，它的发现者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人李济。1926年，李济带领一支考古队在西殷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在西殷村，李济发现了史前人类生活的遗存，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的彩陶残片。他推断，这是一处属于仰韶文化的史前人类遗迹。距今时间为5900到4700年左右。1994年，为了纪念李济田野考古70周年，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再一次来到了夏县的西殷村。我们呢，在那里啊，进行了2个半月的发掘工作，共发掘了576平方米，平方米啊，就是李济呢发掘了20平米。我们发掘了576件，共复原了120件完整器陶器啊，完整器。这个发现让学者们备受鼓舞，在复原工作完成之后，他们对这些陶器进行了分类研究。彩陶有彩陶钵，有盆，有这个2种瓶子，一种是双唇口小口尖底瓶，一种是呢葫芦口，就是上面呢是葫芦形的，大量的袈裟罐和泥质罐，罐子放东西的，还有也发现了一些这个陶灶、陶釜。在西殷村发掘出的彩陶残片上，人们还注意到一些美丽奇特的花纹，这些花纹大多是三角形勾勒的形状，有点像玫瑰形的花瓣。通过研究，学者总结出了西殷村出土陶器和彩陶的类型特点。
考古学家张忠培在这次西阴村考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把西阴村所代表的史前文化类型称为西阴文化。西阴文化最有特征的陶器实际上是有两件，一件是重存口的小口尖底瓶。重存口呢，就是有两个口存部分。彩陶呢，是它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彩陶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花卉纹的彩陶和鸟纹的彩陶。西阴村的发现让学者们想起了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次考古发掘。1956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陕县庙底沟也发现了类似西阴村的史前遗迹。该遗址的第一期遗存也被判定属于仰韶文化。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就是重唇口小口尖底瓶和花卉纹彩陶盆钵。这与之前已经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半坡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是以杯形口、小口尖底瓶和鱼纹彩陶盆钵为特征的。西阴啊，就是一个双唇口。而且呢，双唇口逐渐的退化，一直到退化成喇叭口，就进入仰韶晚期了，就不属于这个文化了。根据这些发现，人们把仰韶文化分成了不同的时期，早期为陕西西安的半坡类型，中期为庙底沟类型，也就是西阴文化。至此，依托田野考古的发现积累，如果我们选择每个遗址最早的时间上限，就会串联起一条清晰有序的历史脉络。距今7800年前，伏羲时代的原始部落生活在甘肃天水一带，对应的史前遗址是大地湾。在距今7000年左右，他们进入到今天陕西西安一带，对应的遗址是半坡。随后，伏羲部落的踪迹又出现在河南三门峡一带的黄河两岸，对应的遗址就是庙底沟和西阴村，时间为距今5900年。河北新乐何家庄也属于最后这个时期。这个时间顺序也许就是伏羲时代华夏原始部落的历史传承发展脉络。但是打开地图，我们又会发现，虽然这个顺序在时间上没有问题，在空间的跨越上却疑问重重。从甘肃天水大地湾到陕西西安的半坡，再到河南三门峡一带，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彼此之间的地理位置都比较接近。但是从河南的三门峡到河北新乐，路途遥远，在生产力落后的伏羲时代，那些原始部落又是如何到达那里的呢？1982年，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对山西中部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和发掘工作。他们来到山西省汾阳市，著名的杏花村汾酒厂就坐落于这里。1982年，考古队员在酒厂的旁边开始了发掘工作。山西考古所副所长马生当年就是考古队的成员之一。我们在这儿进行了3个多月，接近4个月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从
半坡文化一直到商代晚期的大批就是遗虫，包括遗迹了，包括遗物了。从现在就是我们可以随地捡到的这些东西，这些就是相当于就是仰韶文化的红陶片。这个因为它的纹饰已经看不清楚了，但是从整个的它这个弧度我们可以能看出来，它这个当时它是一个帛这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尽管是很小的东西，但是能看见它这个纹饰，它是个线纹。线纹当时说大部分那种红陶的线纹是在小口尖底瓶上存在的，这在新文化里头也有很多。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可以看出考古现场排列有序的土层中不同时代的遗存，它们的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从仰韶时代一直到东汉时期。汾阳地处山西中部，距离西殷文化的中心所在的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交界区域有几百公里，而带有西殷文化特征的陶片在这里的大量出现，正是向人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杏花村呢，我们发现这个点的话，它基本上跟晋南的是吧，这个西殷文化是一个类型的。它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这个陶器上啊，绘了什么这个所谓玫瑰形的是吧，花卉纹是吧为主，所以我们觉得的西殷文化的一个特征。它的水器的什么尖底瓶，它是以什么是个双唇的是吧，这个特征是吧，所以说我们就证明是吧，杏花村遗址的话跟晋南的跟河南豫西的是一回事，是一个时期的和我白边的什么一个底儿。经过晋中考古队长达一年的发掘，在山西中部汾阳地区的段家庄也发现了属于西殷文化的彩陶和陶器，这充分说明在当时伏羲文化已经传播到了山西中部地区。1989年，吉林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组成的忻州考古队，发掘了山西忻州的游腰遗址。在遗址下部的一些单位中，也发现了西殷文化陶片。这说明，伏羲文化的影响已经到达了山西北部地区。这个西殷文化在晋南的话，它是一个中心区。大概发展情况的时候，据我们了解的话，白边什么，从什么，从现在夏县是吧，一直到什么晋中什么临汾是吧，到泰国是吧，尉迟是吧，泰国文水是吧，然后白边到忻州是吧，到大同这一带。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印证了伏羲的传说，而2006年河北新乐何家庄西殷文化的陶片的发现，为伏羲研究又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不仅新乐的考古发现相距传说中伏羲的出生地甘肃天水晚了2000多年，而且传说中伏羲所拥有的发明创造和功绩似乎也不可能光凭一个人一代人就可以实现。伏羲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就如同三皇五帝其他的几位一样。从甘肃天水大地湾出发，经过西安半坡、河南三门峡、山西运城、山西中部汾阳的段家庄和杏花村，再到山西北部的忻州、游腰，最后来到河北新乐。这是一条长达2000多年的人类生活和迁徙路线。关于伏羲的种种传说，也许正隐含了这一段远古华夏民族繁衍、融合、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
伏羲仍然是一个充满悬念的秘密，它包含着我们这个民族最早的文明记忆，穿梭在古老的传说和远古的历史之中，等待着揭开谜底的那一天。